创世的活动是爱及时，那这个活动呢，这个活动公益参会的这个活动，这个费用呢是要来用在我们的创世的一个常年服务，这个植物人常年服务，我们有今年要迈入第30年，30年一个韩式吃饱30的这个尾牙，还有我们的11月16这一个公益的一个参会，那这个参会呢，这个参会我们是采那个买那个对餐券，一张餐券多少钱？要1000块。对，1000块哦。那这个相关的资讯我们可以在哪边？可以上 FB， 然后搜寻创世基金会，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相关的资讯。是的，希望大家可以来做公益。对，跟着我们嘉瑜一起来做公益哦。嘉瑜在11月16当天呢，也会来到现场，对，为我们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们一起来唱歌，对不对？对对，温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哦。除了我们这些植物人的家庭，其实每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位植物人的话，其实他的那个
照顾的这个负担真的相当相当的辛苦，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一天可以来感谢跟温暖我们所有这些需要照顾的这些家人啊，希望可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餐会哦。那除了我们这个餐会之外，这个费用我们会用在我们这个常年的韩式吃饱，这个已经30年了，对不对？30年要用在我们这个单亲家庭或者是弱势团体，我们这些皆有的部分。同年我们创世一整年里面都会在同一个时间有服务到4万多人。对，40000人，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那也希望呢，借由我们嘉宇的力量，借由我们嘉宇的力量，跟我们所有这些热爱公益的这些好朋友一起来支持我们创世的这个活动哦。真的要非常请大家一起再次支持，也希望可以将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一个讯息呢，帮我们分享出去，帮我们这个爱及时这个公益餐会呢，这个活动，帮我们在 FB 多多的一个宣导，希望有更多的善心人士，或者是公司，或者是企业的话，公司的话，您可以认领一整桌，对不对？而且还可以做二次公益，对，可以就是给需要的人，对，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弱势的家庭，或者是一些比较弱势的小朋友，可以在11月16号那天来听我们嘉宇唱歌，对不对？好，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讯息给分享出去，有更多的善心人士一起来做这个爱及时的这个公益活动，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加油喽！在这边，秋秋也要邀请一下我们嘉宇的爸爸跟我们的阿公阿嬷一起上台，对，一起上台来一下，因为有我们嘉宇这么优秀的表现，这个要真的要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那个阿公阿嬷，阿嬷超优秀的，对。